嗯，我的话只是扣起来而已。然后外套也没有扣起来，就这么走了。不对啊，我还没有扣小鞋子。隔扣的位置，好溜！选票检查，好了。如果有人坐到山顶才发现没拿选票的话呢？因为他出站才那个。走，你睡啦。凉凉的。哦，不能踩边边。太深了。陷下去了。被雨淋过
且现在时间是9:36啊。9:36，对啊，10点，坐缆车上来就10点了。但现在出来已经没有雨了。接下来都比，就算有下也比现在小。对啊。雪车藏在中间。
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已经听到他们在压了，因为这里那么广，他们要压多久才压得完？对啊，广在后面，他吹得很小，那就来来回回啊，压几百次。身体去练习，那之后
办法做你想练习的东西。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练的大有十次了。你说哪里一定可以？盘膝啊，盘膝那也是直接往下冲啊，我就直接往下冲一下再。不过盘膝那个时候，那个就是比较湿热冰的鞋子、啊，真的不好滑。对，但是那时候至少我那个练了有十次了。往下冲，先往下冲，以后再转弯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因为会怕、啊，所以就先练那个。因为他大概往下冲不了多远就行缓的了，你知道后面会缓就不会。还好今天没太阳，所以就拉风也还好。嗯。啊。是雪还是雨呢？不知道，上面就是雪了。雪下进来贴到玻璃就变雨了，太温暖。你让他看了不一样的地方。这样摇来晃去，随便啦，随便。看一下有多白，超白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搞不好它就是拍成白的。就是看不到，就是看不到。出发前有什么意见吗？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还没要出发。可以了。才要出发。你那个大概重复可以剪成那种什么？抖音吗？就是类似 rap 的那种。想一个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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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摔倒前会哎呀四次才会真的倒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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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雾的，晚上连这个一起洗。哎，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山顶很雾，所以他干脆又不想开了？对啊，都雾的啊。对啊。哎，好像有东西在，是雨还是什么在，还是雾在飘啊？我看到有东西在动、欸，有没有小动物？我觉得，我觉得在下雨，下雨下雪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有下进来、欸，有啊，这边啊，左边啊。为什么我觉得这边也有？有上面下来，上面下来的这个洞，对啊，我觉得有凉凉的感觉。你下面，我要怎么套？这样叫做有套哈。耳朵刚刚通了一下。气压不同，嘿，有点雾哎，雾雾的不妙。很横哎、欸，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风啊，没有什么风又那么横，那这个应该。但它 WiFi 又不见了。类似是雪。那 WiFi 可能是 WiFi 它的。关了打开就会连起来。我刚刚也重来了一次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看，怎么了？他叫了一声，是这个吗？叫了停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的易经突然变成黑黑的，要坏了。就是仔细看，他有一块易经黑黑的地方，可能是之前摔倒还是怎样。好像有点凉起来了，可以着装哎，不会觉得热。刚刚的出来擦一下，哦，我的脖子是雨吗？
在干嘛？好奇怪、啊，还是刚突然间太冷了？不是说我在充电桩？是啊是啊，理论上这样子应该一路都是 OK 的。你看啊，怎样？你就只有你在这？很热哦。
右边，走左边，走这边才有啊。山顶就变成雪啦，这样很好。线我们没划过，这是上面那条线，我平常是走左边下面那条线。欸，你刚好看到那个缆车有没有开吗？那个看不到，那个很雾。嗯，因为网页上写这个也没开，还是怎样，我都觉得奇怪。我觉得昨天中央大学还在那哎，会不会其实山顶有开啊？是的。
没有特别感觉，觉得很顺很好，很悠闲啊。缆车跑到右边去了，那搞不清楚缆车站在哪里。来右边啦、啊，帮你稍微拍一下。应该不是说硬硬的，应该说好像有很多人滑过了。缆车站该不会左边那一个吧？是哎、欸，缆车站在那里。这样比较好一点，有吗？有好一点吗？有，你那个好像根本没扣紧哎、欸，这个也少扣一格。好了吗？还没。还有另外一只脚。对。这样子嘞。这个扣得松掉。你要记得你每次扣到哪一格，然后之后都要扣到那一格才行。说不想扣忘记。好，这个脚残。我看到他们在这样练习耶，用袋子拉小孩，你看一下那边，嘿呀、啊，小心！对，要去坐这个缆车练这一道的。其实这没什么好练的，不过戴梅华是说要坐这个缆车，跟他确认好了。啊？就前面左边那一台，我下去问一下。要坐这台吗？好啊。看不出来，我得用手机看才知道。我都没听到声音呢、啊，应该一直都有。我今天特别弄的不一样，是把那个防震关掉，视野变得大一点点。
右上角有那个，右上角又录到了。录到什么？他觉得那个泡棉他录得到，哎，怎么那么广角？边呢？对啊，我都觉得不大可能。我昨天其实那个防震有开的时候，他就是抖动的时候偶尔会录到。你要不要把那个好了弄好？那个关掉，你这样会耗你的电。不会，那个整天都够用。如果我不做别的事的话。我觉得这边没什么好滑的、欸，真的哦。对啊，热身呗。哎、欸，我，但我有点刹不了车的感觉。没有，这边就是凹凸不平，我觉得不适合练习。哦。所以你才会觉得有点刹不了车。我在怀疑那个山顶到底有没有开、啊。因为刚也有人突然在我面前转弯，吓我一跳，然后。你就怎么了？我就差点撞到他，然后我就咦，然后他就咦，后面那塞咦，我就咦，紧急之下叫一声。嗯，好，趁坐缆车的时候看能不能看到那边，觉得有点难度。哎，太雾看不到。我看到有个东西，那是悬挂在半空中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我脚麻嘞，刚太紧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物理治疗啊，我现在真的脚挂着板子不会不舒服的，嗯，好很多。我觉得整路我的膝盖好美、哦，最后的加强痛的要死的、欸。嗯，忘了放下，放下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。还好，现在是肌肉酸痛了。我在想，我回去热谷要不要请他帮我看？那边是山上啊。热、啊、谷。嗯，热谷。我觉得热谷。看不到东西。我说还要不要用摸的，看会不会也有、嗯，之后也会粘黏或什么的，嗯、因为不然我热骨真的、就是。只要看不到人滑下来，就是没开吧。嗯。这个车都没挂上去吧。有可能哦。没看。那这样就今天不会开了，可惜哦。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路线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滑那个长得要命的红线、啊、也可以。那个没有最喜欢的。那个没办法滑很多次，它是真的。我觉得很像是车没挂、欸，因为我没看到车子。然后我看到有挂的是左边，那昨天就有挂了。那可能就黑，你刚刚那图说黑色。面罩好冰哦、喔。真的吗？我的面罩好冰。嘴巴鼻子热，很凉快啊，快热死。我太冷了，还会冷？面罩冷的。我罩着已经好很多了，我刚可能爬楼梯喘吧，所以完蛋了。我再看一下，再看一下，右边是不是？挂、哎、车啊，有挂车。但是没有动，对不对？没有动，但是刚你们说很酷。对啊，我只是要确认，我怕它网页更新的很慢。哎、欸，下面有人在走路、欸。为什么我觉得前面一点没有车？还是热太热，遇到挡车。右边啊，有在动，有在，有开啦。有开啦，我看到了，右边那边啊，右边那条白白的线里面有车在动啊，有人在往上坐啊，哎、欸，那我们去滑上面。啊、我看到了，哎、欸，那棉花该不会穿好了吧？跟他讲。你、欸、在前面，在前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山顶有开。山顶有开，上面有开，刚看到有人坐上去。今天还没有哎、欸。啊？好像还没哎、欸。开了啦，有人坐上去。很耗人，很耗人。你现在看得到，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。往上，正在转。哦，要去吗？对啊，这个不好。但是是在转，会不会在转上没开呢？我看到的是人，不是椅子啊。万一没开，不要怪我。这里好厚，有点累。为什么又有一个人冲过去？又一个冲过去，该不会是刚刚才开的吧？可能我现在看网页，它就已经开了。看一下，有人往下冲。
偶尔在海退就知道啦、啊。因为我刚刚看每一节都有人在做。有人滑出来啦！ Yeah. 我下去喽。急得很，急得很。我先走喽。大家都很期待刚才。啊，对。扫得很好，都是血。漂漂亮亮雾雾的，嗯，而且地上看起来都铺了一层，没什么人在滑。我觉得等一下可能会很松，这边地上都没有雪的痕迹。
把我帽子套起来。啊？帽子啊。套。对啊。怎么是黑色？套错了，那是博尔。好。对啊。这样才比较不会冷。不会冷。刚被风吹到有点冷。额头的部分。现在下面这样白白一片，怎么都看不到？对啊，我觉得是。啊，博尔拉上去好太高了，救命！博尔。其实你帽子拉上去，你就不会冷。对啊。我会干嘛拉的？我刚拉错，我有拉的是帽子。那你要不要去拉？没关系啊，这样也 OK 啊。那现在手套还是暖的，还不用。我手套一戴回去，好暖。我刚好也整理好了。就是雾雾的啊，它一直都在那。我确认一下画面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手半背都是。为什么？它滚了一下吗？还是风？因为风都从左边吹过来。哦哟，好，你先，只有一个洞。蓝沙发了，你这样越滑会 越厚，我跟你讲，你先下去啊。完了，我过不去了啦，什么东西啊？
不要被声音吓到就好了。
准萝卜。
设定一下，早上忘了把声音打开。开最大，测试了，哈哈哈哈。出来了，
血吧。你反而又我转不了转子，然后我就错了的，翻的是脚朝天。对啊，你怎么了？就转不了反子，然后就倒。我要去尿尿了，这一次。好啊，我们一起去休息吧。你觉得怎样？哦，什么？你觉得你自己练的觉得怎样？那你在我后面看一下，还是你在我下面看？没有，我坐缆车有看到，我觉得你好像就只是一直滑，没有在。有啊。没有在练习啊。我就是想说。我给你功课好不好？嗯。你原来你说你原来想的是什么？没有，就是直的多一点，然后要踩好啊，这样啊。我建议你不要连续练，我现在做给你看。你先照我的练。那我不想要弯腰。好，你不要弯腰，但是手往前一点，好不好？手往前一点。你一开始直的下去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也知道怎么转过去，对不对？你尽量手看有没有维持在这个方向。然后，因为你中间踩，最后会慢到停下来，你就这样停下来。然后。因为你要感受到重心的那个，好，不要停下来的话，因为你现在的问题是，你下个弯你会急的转。我没有，我已经有直的滑了。没有没有，你还是用扭的，真正直的滑的话会很远。他穿好了，你看一下。我好像没有朝下，对不对？这样子。你做对啦，你做得很好啊，你做得很好啊，你这样重心变对了，比较对了。手放的越往山下，你就觉得越安全。你做得很棒啊！尽量朝前一点点。下来了，而且你这样子做，手的怪动作也不见了。准备直冲了，可以直冲了。
哎呦！你后面换刃了没有？啊？换刃了没有？换刃，换刃哪？换过呀。是吧？这个道还适合你吗？不适合。这个道很好的，很舒服的。等妈妈，我就能下来了。不用等妈妈，妈妈滑得很好了已经。你老娘滑得非常好。老娘是吧？来。好好你说什么？我拍拍，我刚又摔倒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放松啊。应该是往一边倒，对不对？我后来不敢很小的左右夸，我都要大的左右夸。那这样子万一出水的话，救得回来。我后来是这样。痛死了。你就跟我上次差不多。没有，身上都没有啊，没有，只有左边屁股。我来一下，只有屁股这边啊。好，没了，没了。这边帮我搬。啊，是啊。要上厕所的。好，我看到了，那个是我之前说易经有一部分黑黑的啊，其实不是，是它前面有点水汽，然后水汽的地方看不到黑，拍干净，不然再出来就死掉了。要站到门口再拍。怎样？哎呦，好多哦，掉在里面。哦，就这样了。我嘞？你还好？那你还说到怎么弄成这样？你那地方没扣啊？我没扣。你整个扣都在上面哎、欸。哦，是哦。你扣在这哎、欸。我整理完之后就没忘了扣了。天哪！对，你知道。很危险。我还觉得很紧。他挑哪里？他在哪里？我要挑有烤箱的位置啊，烤烤手套。有烤箱吗？有哎、欸，当然是这样啊！嘿，来，怎么用阿友为啊？怎样？怎样？湿湿的啊？哦，有滴油。我的话是滴在眼镜上，我把它擦干了。坐缆车吗？对，坐缆车的时候。
还有一滴，哪里？前面一点。那我身上有没有？不知道，看不出来。